章二十一节。现在开始第三章二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老道的，咱们开声来朗读，跟一些经文。一、二，这样律法是与生的应许犯罪吗？断乎不是。若从前一个能造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全乎律法了。好，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典。咱们一同来闭目，为今天所查考的，你真的称义了吗？亲爱的圣天父救主耶稣，谢谢你，阿门。谢谢你带领你自己的主教会，阿门。因为现在到了末后时期，阿门。主耶稣基督就要降临。阿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世界，是你要借着我们来传讲天国的福音。阿你要给我们丰厚的赏赐。阿因为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传福音。因为我们欠福音的债。我们什么债都不欠了，就只欠福音的债。阿今天你借着我们的口，要把你自己天国的奥秘传讲给世人，让更多的人借着我们的口而得救。谢谢天父，你在万民中间拣选了我们，你在尘土中间呼召了我们，你在粪堆中间提拔了我们，使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圣洁，不有瑕疵，使我们今天真正的在基督耶稣里面被你所使用。求你按照你自己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给我们的福气，都诸个的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凡来到这里的都能听明白你的话，你一个小的也不失落，因为你说你的羊必听你的声音，你的羊不跟生人走，你必要借着你的道将你自己的羊呼召出来，使他们都归到主你的话语中，都归到主你的恩典中，因为我们不属律法，所以我们才脱离律法。我们不属世界，所以我们要脱离世界。我们不属撒旦，所以要脱离撒旦。我们不属罪恶，要脱离罪恶。我们不属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所以我们要脱离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谢谢天父，按照你的旨意带领这里的教会。你知道我们缺少什么？你是按时分粮的神。你最知道你儿女需要什么，今天就照着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因为我们需要的是灵粮，我们需要的是活水，求主你亲自来浇灌你自己的众教会，使众教会都能得到从天上来的供给，不管是地面教会和网络教会都交在你大能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自己的教会，使你自己的教会在根基上能扎在基督的磐石上，在真道上站立得稳，站立得住，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使我们得到满足的赏赐。就求你把你的瓦器握在你大能的手中，使他不随着自己的意思来讲话。正如耶稣说，我所讲的话不是出于我，乃是出于那差我来的。今天也愿我在天上的阿爸父亲自在基督耶稣里面指教我，使你自己的仆人能讲说你天上各样的奥秘，使他不讲说自己的话语，叫你的道被广传，叫你纯正的福音被传到这里。谢谢天父，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愿感恩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神，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好，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典。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一节，现在经文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律法跟神的应许反不反对呢？不是反对。但律法是不是叫人得生呢？是。这里面说，断乎不是，它不是与神的应许反对。我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属乎律法，
你属不属乎律法？不属。神没有传人，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是不是？这律法不能叫人得生。神借着摩西传的律法，是不是叫人得生的？亚当律法是不是叫人得生的？不是的。旧约里我经常讲过，旧约里头那个律法是刻在哪儿的？石板上。那么那个约是立在哪儿的？那个约立在哪儿的？是不是立在肉体上？新约立在哪？心上的。所以这两个约不一样，你别把这两个约混到一起。混到一起，你这个人也到旧约去守摩西的律法，也到新约去靠恩典，这样你一样都得不着。你信不信呢？一样你都得不着。因为神没有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就直接告诉你，神没传，你不能借着律法得生。神若传一个能曾叫人得生的律法，那义就属乎什么了？义就属乎律法了，是不是啊？义属不属乎律法呢？圣经里明说义不属乎律法，对不对？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十章第六节，从第五节开始看，有的吗？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这必因此活着，是不是你得永生呢？不是，不是的。你在地上哎，你的肉体在地上暂时活着，你若行出于律法的义，并因此在地上肉体活着，但不能叫你得永生，因为神没有传一个能曾叫人得生的律法。这里面说，摩西写着说，这摩西是不是律法的执事？他曾经在律法书上写的这句话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几个义？几个亿啊？四个亿。啊？亿几个亿？有神的亿和人的亿，对不对？出于律法的亿就是人的亿。你们说，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律例、典章，这就是他的亿了。这是人的亿。这个我讲到，就是神的亿和人的亿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个。这也是最关键的，你是否是靠着摩西律法成义？摩西律法有没有义？神这个义是借着摩西律法而来的，还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是凭手来的，是凭信来的？你必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不然的话，你想得生，那是不可能的。现在都信耶稣基督，真正得救的人有多少？真正明白这个理的，就是我们不靠律法得生，我们不靠律法称义，这样的人少而又少了，是不是啊？是。那些糊涂徒都在糊涂中间的，一面信耶稣一面守律法的，要靠律法而称义的人多不多？多。不多。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个课题，就是你真的诚意了吗？你是真诚意还是假诚意？你说真诚意，这里面就直接告诉你了。那么这个意不是出于律法，神的意不出于律法，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一会儿咱们跟弟兄姊妹就详细的查看这个地方。这里面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意，
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处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看，处于信心的义，如此说，怎么说呢？你不要心里说，这个处于信心的义，就对那些不信的人说，对那些不处于信心的义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括弧里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不是谁升上高天领下基督来的，是天父打发基督来的，对不对？所以呢，处于信心的义就知道是神差遣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从天上降世，对不对？下面再看，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的，从死里上来，是不是啊？是谁下去的呢？没有人下去，是不是啊？你不要这么说话，是父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没有人上了天，也没有人下地，没有人上天领基督下来，也没有人下地狱里领基督上来，下阴间领基督上来。基督下来的是父神差遣他来的，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真正凭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就怎样呢？这信心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可以得救了。这得救简不简单？很简单，但今天人把它弄复杂了。与许多人呢，这个信没扎下根，不是建立在基督身上，乃是建立在肉体上和建立在律法上的，所以这里面就否定了律法。没有一个人能上升到高天去领下基督来，也没有一个人能下到阴间，就是领基督上来。这句话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能听懂不？是不是啊？这是处于信心的义，问那些不信的人，基督是谁领下来的？基督是谁领上来的？是不是啊？就是意思告诉你，神用大能使他复活的，对不对？你这样信的人才能得救的，这是处于信心的义，是不是啊？所以神没有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如果能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那义就诚然属乎律法了。义属不属乎律法？不属乎。好，一段经文。那神为什么要设立律法？义不属乎律法啊，义在律法以外就显出来，这是第一点。义不属乎，这句话是最关键的。义诚然属乎律法，其实是否定的意思。义不属乎律法，这是第一点。义是不是不属乎律法呀？如果是神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那义就诚然属乎律法。但这里面已经证明义不属乎律法，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这是第二点。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对不对？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显没显明？显明。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不在律法以内。律法以内不存在神的义。看这段经文是不是这么说的？第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都在作证，说我里边没有神的义啊。律法自己都证明了。先知证不证明啊？先知证不证明？证明了。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前登上变相的时候，曾经有摩西和以利亚在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做什么见证？说你要死在耶路撒冷，这事儿要成就。他们正在谈论这件事儿，是不是啊？耶稣基督要死在耶路撒冷，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做这个见证。神的义要借着耶稣基督而来，不借着律法而来。谁要去寻找律法，在律法中间要找到神的义，根本就找不着的。因为圣经证明，神没传一个能成叫人得生的律法，是不是？义不属于律法，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他在哪显明，你就在哪找，你一定会找到的。能不能找到？咱们看在哪显明的，罗马书一章，罗马书一章找到吗？第十七节，是的义显没显明？它不在律法里显明，可它一定会在另外一个地方显明出来的。在哪显明？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哪显明的？在福音上显明。神的义不在，神没有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对不对？听不听明白？神没有传一个能叫人得生命的律法，这个得生的律法就是得生命的律法，这律法不能叫人得生命，对不对？神的义因此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在律法以外上哪找？你得有准确的地方，神直接的一下就指到哪去了？福音上去。今天你信的不是福音，你想得到神的义永远不可能的。所以我上一次，那是十月份上香港跟朴玉珠这伙人接触的时候，在我宿舍里有牧师有长老，都是被他们请去的，都是大陆的还有香港的，一共是跟我们住在一起是一共六个人，包括李建中在内，一共六个人。我们那个房间还算是 VIP 房间，小板床在那上面住，晚上都睡不着觉，硬的不行了都。那板床很硬很硬的，就在那小板床，一个小床，一个屋里三个人，两个屋里是六个人，同时在一个门里头分了两个屋。我就在那里头就问他们，我问什么是福音呢？牧师摆了摆了眼睛，那都是牧师，还有印度尼西亚的摆了摆了眼睛，天天跟我俩犟，天天犟。我问他什么是福音，福音他回答不上来。我再问那个很年龄很老的，我有一次称他为老头，他生气了，他到处在宣扬说我称他为老头。我说你不是老头还是小伙吗？你都七十多岁了，我叫你老头不对。我问他什么叫福音，一个都没回答上，一个屋里六个人连一个都没回答上来。我问弟兄姊妹，连福音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他们还当牧师当长老，也就比别人长老一点，是不是啊？他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叫福音。我问弟兄姊妹，神的义在哪显明？他都不知道什么叫福音，神的义在哪，在他们身上能不能显明出来？这是永远不能显明。所以我问了，就最后呢，我又上那个跟他们别人牧师交通，一问还是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福音。他们还称为好消息，宣教会，好消息宣教会里没有一个人知道福音是什么的。你相信不相信？相信。到那里不信你问问你就知道了。我说你们
号称为好消息宣教会，这个名起的真大是吧？好消息宣教会，那好消息是什么？他们还到处传，什么黑人呐、印度尼西亚的，啊，还有非洲的，坦桑尼亚的，索马里的，吉布提的，津巴布韦的，是不是？莱索托的，南非的，是不是？他们都传，到处在传，传什么？他传什么？他们传的不是好消息，他们传的是新能教育。圣经有新能教育吗？啊，这心灵是教育出来的吗？咱们这心灵是怎么来的？啊，是教育出来的，还是重生出来的？是重生的。他在搞新能教育，到处宣传新能教育。就充当这就是好消息了，他们压根没明白什么叫好消息，从上到下一片的糊涂，都是一群糊涂。你一问三不知，别说你问他福音呐，就关乎因信称义这个理儿他都没讲对，洗罪那个地方他都没讲对。你说这样人能重生吗？能得救吗？而且到处去拉人，上这个地方拉，上这个地方拉，拉目的为了增加他们的人数，他们要赚那个人头费。你知道什么叫人头费？韩国那条传教，不管向哪个国家传教，韩国的好像是他们的政府给他们发人头费。就这个费，人头费呀、什么叫人头费？你传一个证明你传进来了，给你一个人头费；传两个给你两个人头费；传一百给你一百个人头费。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在路上走的时候，他拿着相机到处来照，就照我，照一个算一个，照一个算一个。完了之后带到会堂里照，照这么多人，好几千人的，他就报上数目了。报上什么数目？就是我们今天参加这次会议，比如说1100人，他说1700人。1100人，他说1700人，那么1700人得赚多少人头费呢？啊，一个人500，一个人500，他赚多少？那么这些去的人还要拿他们的会费，还要往外拿出会费给他们，这还有另外的会费，除了人头费他挣了，还要拿出会费，当然不是500啊，我只是说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去了，我们跟他一讲，他就知道我们讲的是对的，知道我们讲对的，但不敢叫我们讲。为什么不敢叫我们讲？我们一讲就把他的嘴就给塞住了，就给堵住了，他坚决不让我们讲，所以把我们控制在一个小屋里边，坚决不让我们动。只要往我们的屋里进的人，赶紧轰出去，不让听我们讲。你说这群人坏不坏呀、坏，坏多了。他们为了人头费，他们坏到极处了都。但今天，他们要是真正明白救恩，给那些人传，也行啊。我就为那些印度人，还有印度尼西亚的人、菲律宾的人，还有日本人，还有韩国人，还有中国人，还有什么老挝、柬埔寨，这些都跑那里去。还有南非的那黑人，一个一个傻呵呵的去了，傻呵呵又回去了。他们明白吗？如果他们好消息宣教会真明白什么是福音，他把这个福音给他们传得清清楚楚，我那时候也会高兴的。但我临走的时候我就说，这些傻这一辈子完了，是不是？这些黑人一个傻子，人家这演唱演的是什么？美女和野兽，演唱美女和野兽，他在下边啊，好什么好啊？他们唱的诗都是世俗的调，都世俗的诗，好不容易就唱一个，就唱一个什么呢？耶
宝血泉，错没错？我错了。什么叫泉呢？就差一个还成错了，耶稣宝血泉。那泉是啥意思？就是意思耶稣永远往在那流血，泉是源源不断一个就往外流的。是的，是不是泉源呢？泉源那里边是永不止息的，就咕嘟咕嘟嘟往外冒的意思。他把耶稣基督宝血当成什么了？就选了这么一个歌还错了。不知道从哪里头弄这么耶稣宝血泉。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耶稣宝血总永远流着，什么时候犯罪什么时候洗，对不对？耶稣宝血泉，对不对？不对，不对。那现在跟着他们跑的人可多了，你看这样道理的人就有人接受，咱们今天讲纯正的福音没有人接受，一群的他们都所有的国内牧师大部分都加我好友，他说我们现在正关注你呢。我说关注我干嘛？我们关注你，你现在是在国内中间我们听的第一个讲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关注你，但我们坚决不让你讲。你要讲了那我们就完蛋了，是不是啊？因为他讲的不纯正，他们讲，天天以那个见证为主，就讲见证。好不容易讲的耶稣基督洗罪的，你猜洗什么罪？洗什么罪？摊脚的罪。耶稣洗犹大摊脚的罪，对不对？这是错的。耶稣基督上天上洗罪，对不对？对对对。耶稣基督是在地上十字架上洗的罪，还是上天洗的罪？因为他没明白什么叫洗罪，他说耶稣基督把耶稣他自己的血弄个罐子带到天上，从天上往下倒，洗人的罪，是这么洗的吗？还是耶和华将众人的罪孽都归到耶稣基督身上，他若不死这个罪就没办法洗，对不对？他现在从死里复活洗净了人的罪，对不对？因为我问他的时候他张口结舌，我说耶和华是不是将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身上了？我说归在耶稣身上了，他身上带着全世界人的罪，他是怎么升天的？他是怎么复活的？啊？哦，他把这个罪还留给人，他自己上天了，上天完了之后拿把他血拿从天上那个山脚往下撒。我说这叫撒，这叫倒，这不叫洗，对不对？这不叫流，流血和倒血一不一样？这个糊涂透顶的，从他们上头糊涂，一直到下头的牧师，都跟他抹光墙的，刷涂料的，涂脂抹粉，看哪个地方有空缺的地方，他们就开始就涂一涂。错了就是错了，是不是啊？错了他们还不敢承认，而且是极力的要求我把网上去讲到他们的好像宣教会的错谬这个东西下架了，这个视频下架，我坚决不能下架，只要我上传的从来没有下架。我讲过安息日的错谬，是不是啊？下没下架？没下架。我讲过徐明阳姚国荣的错谬，下没下架？没下架。我讲过许多的错谬，三字会的错谬，下没下架？今天他就算逼迫我，我也不能下架，因为错了就是错了，是不是？我讲过当今教会的错谬，下没下架？没有。那么我又讲好消息宣教会的错谬，能不能下架？他就威胁我，在微信里威胁我，你要不下架你就自找苦吃。我说我自找苦吃我也要找了，我今天跟你们就是势不两立了。为什么？为什么？这是错谬是一方面，我都告诉他，我说回来的时候你别把我的电话号码都记下来，按逐个的单独的邀请我们中间其他的人，哎，就照我这句话去了。我回来他就邀请我们中间的人，不是联络这个就是联络那个，邀请叫去参加沈阳那个他们所谓的研讨会。我们中间就有四个人去的，所以回来呢，一开始我没有把他的好消息宣教会那个错谬上传到网上，后来呢，我看他们现在有点不要脸了，
给在脸上鼻子上梗了，他就开始邀请我们中间的人，邀请山东有三个，东北有一个，一共四个人，就开始上沈阳去。上沈阳他能教我们中间的人讲吗？不会的，就我们中间出来的最小的讲的也比他们强了，他们那简直就错的简直离谱，因为他没有圣灵，他里面全是靠着自己的肉体的私欲讲道，能讲对吗？一定会讲错的，所以他不敢叫我们中间的任何人去讲。因此我就把他的好消息宣教会所有的错谬，就我讲一段，把他那个错谬的往后边一放，你不能抵赖，这是你讲的，对不对？你讲的错谬，我的讲完了，他错谬错在哪里？最后把他那视频往后边一放，来吧，是不是弟兄姊妹？这叫证据，对不对？对，将来审判的时候，上帝都要过问这些证据的。我们有胡编乱造，是不是啊？今天我们讲因信称义，跟他们讲的不一样。不要以为我和好消息宣教会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好消息宣教会这下我可了解了，他从前他们邀请我的时候，对他们了解不深，光在济宁那边遇见好消息宣教会了，在逼迫我们，后来公安局把他们逮起来。现在他邀请我一去到香港，我这一下终于了解了，因为我们留个后手去了，带个相机，带个录像机，随时就把他所讲的错误给他录下来，录下来讲到发到网上，你就知道好消息宣教会以后你还听不听了，你还听不听了？我讲一个真假诚意，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平约瑟、小兵、林辉辉还有蒋小国这些个错谬发上去，因为平约瑟讲的、林辉辉讲的、小兵讲的也讲因信称义，他们也讲因信称义，他哪儿称义呢？肉体。我讲的是哪儿称义？心灵因义而活，身体却因罪而死。你受洗是不是身体因罪而死啊？你信耶稣基督，心灵因义而活，所以这个哪诚义很关键的。你哪诚义？所有他们讲的都是肉体诚义，不信你试试看。他们也在讲因信诚义啊，讲的很夸夸其谈的，但讲来讲去讲哪里了？他保证转来转去转到肉体生活中间，在肉体里诚义，这是永远不能诚义的，这是欺骗弟兄姊妹。拿弟兄姊妹的生命开玩笑，谁也不要跟他跑，好不好？你最后转来转去还得上这来听，你上这来听的是最纯正的，你上那里听，他们不会把你带到真正的因信诚义里面。你这一辈子做完了，你下辈更完了，是不是啊？你活在这一辈子，有的人呢根本听到，根本不认真听，最后呢就落到他们中间去了，听听王一浩净讲圣经，你看人那边讲肉体的见证，这多好啊，就跑了。现在这样跑的人不是一个聚会点，好几个聚会点。原来徐州那地方就有一个聚会点，我原来去那个聚会点，我在那讲了两次，他们也在网上听，但他听的是稀里糊涂的，最后听来听去转了，不听王一浩的了。你看，这样都是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他跑哪去了？听林辉辉的了。林辉辉，你上网上你可以看他讲那个，他讲有一篇道，张弟兄知道，我那个网址纸已经刷屏刷没了，等你跟张弟兄要林辉辉那个网址。前面全讲见证，后面就讲一个地方，好不容易听到一个地方，就是律法既是将来美事情，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线一样的记录，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现今的事情不早已指出了。就引证这段经文，引证这段经文呢，引证的经文跟我引证的是一模一样的。
完了之后举的例子也是一模一样，我不举个傻小子吗？傻小子这个影呢，他要这个影不要那尸体。这傻小子他爸那一天给他他都30多岁没找到妻子，他父亲在外面托人给他介绍一门亲事，然后把他那个女方照片就拿回来，拿回来说，傻小子，爸给你找个对象。傻小子说，这姥姥看，拿着照片就给他看，就这个就是你媳妇儿，将来你就要跟他结婚。傻小子说，哦好，那真好。他就做这见证，举的例子跟我举的是一模一样，听也是一模一样，他就说明他在听我讲道。对，听完我讲道完了之后呢，把这个经文也没怎么解释，唰就掉到生活里头，就告诉多赚钱，基督徒赚钱才荣耀神，没有钱他不荣耀神，像拉萨路不荣耀神，像财主才荣耀神。财主和拉萨路哪个上天堂？为什么？你看看现在这个人呢，圣经的话他都不听了，他好不容易为什么引证这么一段经文？有一次那个温州那边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我把你的讲道发给林辉辉，发给小兵他们，可以不可以？我说可以啊，再我就找这个弟兄，再也找不着了。在网上我查了半天，我也没查着这个弟兄到底是谁。我说可以啊，只要他们听就可以啊。我不是不让他们听，就是包括林薇薇呀，包括小兵，包括平约瑟，如果能听这个道，那我就心欢喜灵快乐。但他们听为目的是什么？拿着这个道来勾引人，之后呢唰又就把弟兄姊妹带到哪里去了？带到肉体，带到生活里。这样讲道对吗？对。我为什么要讲？你真的诚意了吗？你们真诚意了，能不能够墙头草顺风倒？你看那边人多，咱们这边人少，开始就偏离你的正道了，是不是啊？这个道是不是出于神？是。这个道是不是王耀浩编造出来的？是的。不是的，我每一次给你讲到引证许多的经文，目的是叫弟兄姊妹回归圣经真理。是的。你若不信圣经的真理，今天你跟谁跑，你都上不去天国。对不对？那些人站在前面根本不查圣经，就开始夸夸其谈。南朝的、北国的，都讲，就不讲正路。好不容易引证一段经文，唰又掉到肉体里。咱们今天信耶稣，给肉体信的是给灵信的。给灵信的。咱们今天信耶稣是为生活，是为生命。生命。这是很关键的。为生活，为生命，就直接就影响了你信仰是否能够重生得救，能不能成义，这就决定了，对不对？这是十分关键的，有许多人竟然忽略了。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上哪陶醉呢？神今天就是把这救恩借着，一开始借着先知默示出来，后来借着使徒，又向我们传递了。我们的教会的根基应当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为什么要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为什么不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使徒明明列在后面，先知明明在前面，为什么要列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把使徒放前面，先知放后面，谁能说一下？你没有生命的属性，那你接不出先知的话语。上帝就说什么？使徒是谁所监察的义人？天使是来保护我们这些信神儿女的这些人。感谢神的恩典。我来说，弟兄姊妹，好好详细再下面记啊。用心，不用笔。刻在心上，不要刻在笔上啊，刻在本上。我现在我就是把为什么要把圣经的提到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教会要在哪立的？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对不对？为什么把使徒放前面？第一，先知是预言基督，使徒是亲自见到基督，
对不对？对，这是一。第二，先知说的预言的是影子，使徒呢是亲自见到实体的，对不对？对，是不是啊？先知是预言，使徒是应验，应验出来的。所以使徒是大不大？大。所以先知呢列在后面。再一个，以基督教是为一，从他往前是二、三、四、五，从他往后，从他往前是二、三、四、五。你看历史是不是这么算的？是不是这么算的？历史不是以亚当出生为开始的，而是以基督出生为元年，对不对？所以呢，使徒离基督近，还是先知离基督近？使徒离基督近，对不对？对。使徒直接就在一那个地方就跟基督见面了，对不对？原因就是这样。为什么建立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使徒是直接接受耶稣基督传讲天国的奥秘，是不是啊？使徒是直接把奥秘解开的，先知预言那些都是影子，还没有应验的。比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句话应没应验？没应验的。他们在说预言的时候，这句话没应验。等使徒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亲自跟那个必有怀孕童女怀孕生子那位基督见面，而且是天天与他形影不离的。听没听明白？所以教会要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不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听没听明白？影子和实体之间的关系，先知和律法说的是什么呢？影子。使徒讲的是实体，对不对？先知和律法都是预言，而使徒不是预言，是已经应验了。听没听明白？这就最关键的地方，对不对呀？对。好，咱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这是上帝意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的，在福音上显明的，对不对？我就得上福音上找，不能上律法去找，一找上律法一找就错了，找错地方能不能称义？不能称义，也说自己是义人，是什么义人？假义人，不是真称义的。所以我这个课题就是问你：真的称义了吗？你的义是通过律法而得的，还是通过因信基督耶稣而得的？这就直接就影响你是否真称义了。所以这段经文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但如今现在是不是如今呢？不是以前，是如今了。我们现在都在如今里头，是不是啊？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已经显明，是没隐藏啊。显不显明？有谁做见证的？有律法和先知做见证啊，对不对？所以神的义不在律法以内，乃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得上律法以外找一个最明显最明显最明确上帝指示的地方，就是福音上显明出来的。我若不信福音，这神的义跟我有没有关系啊？没有。我今天我一问，我说弟兄姊妹，什么是福音？现在有多少能回答上来的？我们在座的有多少能回答上来的？什么是福音？哎，这是最关键的。对，你看，我就问，好像教会问那么多人，他都是牧师啊，号称为带几千人的牧师呢，是什么淮北啊，是什么什么最大的牧师去的？我问他什么是福音，他不知道。
你要知道什么是福音，对你来说重不重要？重要，重要。你若不知道什么叫福音，你就不会信福音了，因为你不懂什么叫福音，你怎么能信福音呢？福音是好消息，是不是啊？对的。那好，既然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我得知道。那咱今天突然来个好消息，来什么好消息呢？你儿子考上大学，这是不是具体的事儿啊？这是拿这个做比喻，你得知道什么叫好消息。人家讲报，报什么？报好消息来了，报告元帅得知，前线打了胜仗，是不是好消息？那吕皮影过去看不看？吕皮影谁看着过？啊？看过说，有的人看过，有的人看过。啊，那大下巴出来报，报什么？报部队在前线打了胜仗了，是不是好消息？这是哪条好消息？是地上的，是天上的？地上的。地上。那么今天我们报告的好消息是地上的，是天上的？天上的。耶稣基督是报告这个好消息，那好消息你必须知道是什么事儿，你知道是什么事儿，你才能去报，对不对？他报给你了，你知道了之后，你才出去报的。但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好消息，你报什么？你报今天有好消息了，什么好消息？不知道。报没报？也报了。但报没报明白？没报明白。没报明白怎么办？啊，打！谁叫你不报明白的？是不是啊？现在报好消息的人很多很多的，但什么是好消息他不知道，玷污了神的道，是不是啊？他把神的道都报到世界上，都报到肉体的好处上，是不是啊？哎呀，咱们信耶稣报，报什么？信耶稣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用得好，开得好汽车，住得好洋房，报！掌嘴，给我掌嘴来！是不是报错了？现在有多少人报错？报错你就信错，谁报的错，那个信的人就不错的。信错的人，管不管呢？管了，是不是啊，弟兄姊妹？这个报的人关不关键？关键。你看那过去的太监，传圣旨的太监。皇帝把这圣旨写完了，交给他了，叫他出去传，是不是啊？他出去念一个字都不能差的，念一个字差了就坏的，是不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他是谁的诏曰呢？皇帝诏曰，他宣读的是皇帝的话，所以他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不是啊？皇帝封朱买臣为八府学案公，是八府学案啊？他给改了，中间把那八府学案给改成什么了？八改成七的。八改成七行不行？七品县令。八府学案七品就是县令了，对不对？是不是啊？给改一下行不行？不干。八府学院带的那个乌纱帽和七品县令带的乌纱帽一不一样？八府学院穿的那个朝靴和穿的那个朝服跟那个七品县令一不一样？不一样。你上那戏曲中间你可以看到，那戏曲那要是县令的话，这地方画一个什么呢？菱形块，这地方画个三角，这地方画个三角，是不是啊？那眼睛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完戴着乌纱帽是圆圆的，那个后面那个刺儿是不是圆圆的？一走路，这摇是不是？这个摇完了摇这边，是不是啊？完了之后，上帝不是那皇帝啊，就宣八府宣进殿见驾，宣八府宣。进殿见驾，八部学卖的是四方布，
这就预带，是不是啊？迈着四方步往前走，提起来预带，一步一步往前走，手拿着壶板，是不是啊？去进殿见驾去。但出来的不是八步玄，出来的是什么呢？县令戴那个乌纱帽，一进一晃的进来，这样走，是不是？在戏曲上说什么小丑，是不是小丑啊？跟那八步玄一不一样？那身价一不一样高？那叫八步玄，八个虎，他是巡按呐。你说大不大？啊？两广总督林则徐啊，两广的广西和广东的两广总督，这个位分大不大？你弄个七品县令去了。皇帝看怎么来个这么一个怪物，我也没宣一个七品县令啊。最后就查，一查查到了太监的手上，太监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传圣旨的？这个圣旨传到去的不是照着神，不是照着皇帝那个圣旨传，他在中间改了一下，改了一下，八府学院变成什么了？七品的县令，完不完了？一查查到那个，后来把圣旨拿出来看一下，一拿出圣旨一看，皇帝写的是八府学院，那么七品县令就给人改成了。七品县那个太监就改成七品县令，对不对？上帝不是皇帝呀、啊，会怎么样对待那个太监呢？斩。他头一次对待他就是进宫的时候对待他是怎么对待的？是。啊，阉割。是不是阉割啊？给他阉割了。下回不是割那个下边，是割上边，对不对？这一下。头一次叫他断子绝孙，下一次叫他脑袋搬家，是不是？听明白吗？皇帝会满门灭门九族的灭他的整个家的，因为你改了一句话，就等于改皇帝的话语，对不对？就等于污蔑皇帝。今天我们在圣经里改了一句话，就等于污蔑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啊？你改神的话就等于污蔑神，听没听明白？你污蔑神，神会怎么对待这人呢？啊，我经常讲这个话，圣经的预言解没解书？谁要在这预言上加点什么，神必将什么加在他身上？灾祸加进在他身上，是不是？谁要在这经上删去什么，神必在写在书上那个什么呢，在那圣城里删去他的粪，在圣城里删去他的粪，对不对？你说严不严重啊？就特别严重，所以我们要谨慎了，我们是怎么信的，好不好？要审查一下我们到底如何信的。你今天到底重生了没重生？你到底称义了没称？你是真称义还是假称义？你自己来，好不好？你自己来衡量一下。我今天边讲到你用圣经里的话衡量自己到底重生了称义了吗，还是假的，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今天你把我所讲的道刻在心里头，因为这道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可不可以听明白？我给你查的是圣经，神没有传一个能从叫人得生的律法，保证没传这么一个律法叫你得生，对不对？耶稣来了是能得生命的，你是得的更丰盛。律法不能叫你得生命，你去靠着律法称义，是以基督割就从恩典中坠落，非但不能称义，反而坠落了，是不是啊？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你哪怕今天你头一次来听到，你只要认真听，你保证成义。哪怕你从前就在这里头稀里糊涂啊，反正稀里糊涂过春秋了，你非但不能称义，在现在将要怎样？在现在将要灾后，灾后的将要在先，神说话绝对不会反悔的。
为什么有的前面的听道听可好了，最后一点一点下去，一点一点下去的，你看不看呢？后面这个上来，前面那个下去，这就是上帝告诉前面那个不注重长子的名分呢、啊，最后把那个以扫就把那长子名分卖给后面这个雅各。神就是耶稣也多次的在圣经里提醒我，在先的将在后，在后的将在先。你在先不追求，后面在后的就把你超过了。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好事儿。有的人那个说都说这样话，哎呦，你要早来到我们这里就好了。你要早来到这里，我们不就早点心里不早蒙福了吗？我说早一年都会把王一浩赶出去的。你信不信？现在有许多人现在就说这话的人，现在根本没在真道上站立得住啊，摇摇晃晃，摇摇摆摆的，根本没站住啊。你说我要早来一年，或者早来一个月，他都不会接受的。你信不信啊？就是没办法接受的。有许多人呢，一开始听这道的时候，那心欢喜灵快乐的，简直要开了花一样。但最后呢，照样的，对这道不理不睬。听也可，不听也行，最好是不听，是不是啊？就在那下边，根本就是对这道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不关心这道了，是不是完了？掉下去了，是不是啊？对。咱们再回到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这是神的意在律法里面已经显明出来了，就是神的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他信的，不靠律法。第六点，就是神的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他信。信的人，谁的义？不是律法的义，对不对？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咱上福音上去找，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好像因信耶稣基督这几个字很简单，因信耶稣归给那信的人。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全体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基督是什么意思？或叫受膏君，或叫君王。属灵的受膏君，受膏君一定不是属肉体的。世上的君王都没有受膏，唯独耶稣基督是受膏君，是不是？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耶是什么意思？耶是耶和华。耶和华，苏是什么意思呢？苏是什么意思啊？苏就是耶稣。苏是什么意思？救主。在马太福音说的很清楚嘛，咱上马太福音看，耶稣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咱必须搞清楚。我若信耶稣，我光信那两个字儿，那四个字儿，耶稣基督，我就不能得救。因为你信的是什么？你自居。那个耶稣基督那个名字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咱看这段经文是很关键的。我们看第一章，有的吗？第二十一节，他。
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下面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你得相信耶稣这个名字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怎样救出来。那么苏是什么？苏是将他的百姓，是不是百姓啊？从哪中间救出来？罪恶，罪恶，你救出来。耶稣，耶是什么意思？耶和华。苏是什么意思？将他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苏这别看是一个苏这一个字儿，但它英文不是这么一个字儿，翻译出来这么一个字儿，就着那个音，就翻译成一个苏。其实它是很长的，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你从没从罪恶里被救出来？被没被耶稣基督救出来？成没成义？成没重生？是不是神的儿子？那么最关键的是，你信的不是耶稣这两个字，而是信耶稣基督这两个字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将他，对不对？如果我今天信，我光说我信，我信什么？信耶稣。耶稣是啥意思啊？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啥意思。我问弟兄姊妹，你连这两字都不知道，行不行？不行。彼得当时说：“你是上帝的弥赛亚。”是不是这么说的？是。就是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弥赛亚，信的对不对？对。对。如果光说你是基督，但基督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基督是不是受膏君呢？他的名字叫受膏君。耶稣是不是耶和华来做救主，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意思？如果我不是这么信的，我所信的都是往那走，你是没办法称义的，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的，对不对？你也说你信了，但你的信光信个字儿。耶稣是啥意思啊？不知道，也记不住了，就让你记了。你说这脑袋也不好使，也记不住。什么时候让你记的？是让你信。你说回家了，我还记不住我妈是谁呀？我妈是谁，我也记不住了。谁让你记你妈了？啊，那小孩他就知道谁是他妈，你信不信？那是记的，他是信的。信，这最关键，是不是啊？你说相信那就是你妈，不用记，那就是你妈，是不是？你相信那是你爸，就不用记，就用信就知道那是你爸，因为你们中间有血缘的关系，是不是啊？这个地方光不管的，耶和华来做救主，受膏君的，受膏君，耶和华来做救主，要将他的百姓从哪里救出来？罪恶里救出来。今天没脱离罪的人多不多？多。没从罪恶里被救出来的人多不多？多。你没出来的，你想明白救恩的事，那是枉然徒劳。是的。因为你信的不对，因此你没从罪恶里出来。许多的三次会他们也讲啊，他们也讲信耶稣，实际上信没信呢？没信。就这句话他就没信，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出没出来？出来。这个施洗约在旷野就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你的罪被没被除去？如果你的罪没被除去，就说明你信耶稣这两个字儿，你乃是信两个字儿，根本没信。字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这对你有没有益处啊？没有益处，你还赶不上不信的。犹大信不信？犹大信不信？不信。他跟没跟主？跟主多长时间？最后结果是什么？把主给卖了。能不能得着生命？他为什么不能得生命？
信，他没信好，所以他把主卖了。是他没信好，是他不能信。我昨天讲的，信必须是建立在神的预定上。神要没预定你，你使着强信也信不来。你信不信？所以这个信是十分重要的。咱们先必须了解神的意，好不好？神的意是什么样？啊，神的意是什么样？人的意是什么样的？这几天我一直在讲，神的意是什么样的？公义。人的意是什么？自由。自己想出一个，那叫什么？自义。神的意叫公义。听不听明白？公义没有私义的意思里头，对不对？所以神要把这公义加在你身上。我们看一段经文，看，把这隔上啊，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从第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里面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什么叫本乎神呢？本乎神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本乎神啊？以信为本的叫本乎神，以守为本的叫本乎人，本乎律法。这本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神为本的，对不对？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以神为本的人就能得到神的义。以人为本的人就得不了神的义，以守为本的人就不能得到神的义。所以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谁？这就叫神本。本乎神叫什么呢？神本。本乎人叫什么呢？叫什么？人本。徐明阳，还有这个徐明阳、姚国荣啊，还有平天色、林辉辉，还有小兵，你们可以注意一下蒋小国，还有好消息宣教会，他们都在这等。他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上帝的预定和预旨，因此他就怎么讲都是人本，怎么讲都是要求人，而不是把人带到救恩真理中间，叫人相信救恩真理。这救恩真理是出于谁？出于神。当你接受神的救恩真理，这叫本乎什么？本乎神。本乎神叫神本，本乎人叫什么？人本。听没听清楚？你今天的信仰是本乎人，我告诉你，你就没诚意，是不是啊？你若是本乎神，你就能诚意，你这诚意就真的，否则你就假的。我拣选耶稣是耶稣拣选我，若是我拣选耶稣就是人本，若是耶稣拣选我就是神本。听没听清楚啊？听清楚了吗？你是耶稣拣选的还是你拣选的耶稣？对不对？这是至关重要的。休息10分钟。